寻找多一度四季陪你游。如果你问我屏东最美好的风景是什么，我想就是满满的客家人情。聚居高屏溪两岸拓垦的客家人，在朱一贵事件后，为了捍卫家园，组成六个营队，六队保存的传统风土民情及文化，是最纯粹的客家聚落。卯金就是我们刘家嘛，所以一看就很明显，就是刘家的那个离火，让我们家族辉煌腾达。对，造型，那当然你做了之后就会。我们刚刚做的这个咸汤圆，真的，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好吃。客家话怎么讲？客家话好吃，好吃。嗨，欢迎光临，欢迎来到可可园区。哦，你这是巧克力呢？是，来那个特别请你吃一下。我先吃一下这颗哦，好吃哎。对，也屏东的巧克力没有萃取可可脂，它保有我们的原味，从产地到餐桌，这边是一条龙的。2017、2018、2019、2020的世界大奖，全部都在屏东。少年啊，你今天来屏东就要探索什么物件？哦，听说屏东的客家文化很有名。哦，那当然，客家文化就要属于屏东。屏东的客家很特殊，从最远的高树到最南的家东，每一个客家乡镇都不一样的特色。找客家文化来屏东就对了，就对了。我的相机哎。啊，相机。啊，拉近，在哪里丢掉的？在五沟水。啊，五沟水那边的刘氏宗祠一定会帮你送过来。哦，哎，放心，屏东就是永远温暖多一度。是豆子哦。对。在跟店长聊天的过程中，我真实的感受到屏东的热情，如同屏东可可般的浓醇香厚。店长也细心的推荐我许多屏东客家文化景点，难怪有人说屏东总是多一度的热情温暖。谢谢，很直接。好想啊，看个面熟哦。哎，我想有天生看过。谢谢。好，今天来五沟水跟可可园区，我相见唔见啦。哦，也很热咩？这是我相机耶。哎呀，我跟行路上见看风景，俺无免多去家做相机。啊，很直接，发咩？最珍贵的东西都培养，对啊，在心里面，谢谢。最珍贵的东西培养，没有错。客家婆婆的一句话提醒了我，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到的。在这趟旅程之中，我感受到满满的客家人情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习俗，那深入在底层的文化，无论是风景还是人，在这里面我们不只是经过，更重要的是我们感受到时间的纹理，走慢的时间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当地人的情感还有回忆，也让我们再一次地感受到最珍贵的东西就在这里。